这有冰箱，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我没有时间压力，你们先走，如果还有炸我就开车。又婷，你跟仁普是，可是我们三个人，三个留。好好好，该不会今天这整件事下来，比如说有三个卧底之类的？他们三个人一开始就在一起，所以他们没有来这里。他们玩游戏也一组吗？对啊，这个游戏三个啊，好心机哦。好搭啊，干杯啊，干杯啊，祝我们的胜利啊！合作赛又变间谍赛，难道金明又上当啦？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